人生啊，烦恼偏多，修行啊，安怎修啊？还是逐天呢，终日服侍，天天啊，甲逐个人讲话，开头呢，无不都是安尼警惕，逐个人烦恼爱气滞，结束的时，也是甲逐个人爱时时顾好这念心嘛，每一天。就是开头、结束、中间，还是同款的，无离开这念心，所以知影诸烦恼过啊，咱爱完全拢总弃下，烦恼已尽，爱到阿弥的程度，烦恼啥话未尽呢？就是这个习气啦，这个习气就是欲爱。咱若会当彻底啊，把这个欲爱断，自然呐、就不乱心。这个欲爱的习气，都唔是咱真正欠，也唔是咱真正需要，也嘛唔是。真正有心，要去贪，要去取，都唔是咧，只是干那迄个习气啦，安尼拢也袂去定，所以啊，容易乱了咱的心，迄个习气呢，会浮现出来。恁来想讲吼，欲爱。安怎想，我都想不出我家己有欲爱咧。其实呢，欲啊，轻重啊，轻微的欲，那轻真轻真微啦，迄、那个微轻微，那就是爱家己，啊顾家己，这也是一种的欲，爱家己嘛。爱呢，常常我嘛讲啊，咱爱自爱。那自爱的人呢，无好的习惯，咱爱常常提高警觉。自然呐、咱会当头变成了自知的习惯。这呢，也就是讲，咱人啊，拢总有习气。这种的习气呢，咱呐出来的时，无拄好浮现起来，咱来赶紧复制落来。假使咱呐是刹那间呐无复制掉，已经出去了，咱爱赶紧的自省。道理呢是清楚的，所以咱呐道理。颠覆掉去啦，那安尼呢？咱的烦恼啊，还是不断会滋生起来啊。虽然有想到后悔，但是家己呢，无赶紧紧去排除掉去，那安尼就会乱心。所以讲，这个欲爱啦，也应该讲清楚。啊，为着迄个欲爱呢，会当做真多真多的恶业吧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些拢伫迄个欲爱的内底滋生出来。啊，会当甲遐尼只粗俗的作业，一直呢控制，一直断除，但是呢，到甲自我迄个时阵。一个微小烦恼，这种的欲爱也未断，习气、轻微的习气也个有，所以咱上烦恼的呢，就是这种的轻微习气，要断呢较难呐，所以咱爱时时
提高境界啊，以欲爱断，不乱心。咱所有的拢甲断啦，对家己呢，迄、那个自爱，自爱咱会当调和间呢，一切的习气拢无浮现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爱吼。那咱爱奉行，奉行教戒定慧心，爱好好啦，依教奉行啊。佛陀所说的教法啊，咱呢，这个戒爱好好奉持。所以啊，咱若会当安尼自然呐、啊，有戒定慧啊，来保护咱呐、啊，自然迄、那个智慧成长，所看的道理呢，那都无有错乱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必定爱真正化水啊，来滋养咱呐，咱才会当慧命呢不断增长啊。这几天，咱拢是伫咧介绍众所知识的阿罗汉。阿罗汉呢，也有个人的习气，也有个人呢，迄、那个心态的优点、缺点。这人，那是要提供予大家人呢，多自我去警惕，吼、哦，那。比较嘛，咱有安尼也无有呢，咱来看境界。咱有亏欠的呢，好、哦，咱有亏欠的，咱爱将因的形象啊，好好呢，用在咱的心灵，这都是啊，咱人向好的也爱比较，向无好的呢，咱爱警惕哦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呐。再来呢，是难度，他就是欲做先欢喜吼，就欢喜啦吼。其实呢，伊是一个牧牛的人的囝呐。伫印度啊，属性阶级啊，啊，伫咧牧牛呢。那会当来出家呢？应该呢，他就是啊，伫佛陀啊，等来迦毗罗卫国的时，要来度化伊的亲族、父王等等，等来到位呢，举国欢腾啊，全国的人拢真欢喜。国王呢，看到伊的囝已经呢，是啊，大家人拢总伫遮尔遮尊重的大角者，尤其是呢，看到佛迄个现出了出家相啊，不由自己呢，连伊的父王啊，带领着亲族、大臣，都同款呢，安尼来。皈依礼拜王，迄、那个中间，伊想要安怎样呢？予伊个囝会成团，就是讲佛陀会成团，会当搁再较壮观呢。所以，伊就下了一道个命令，全国呢，只要有两个后生以上啦，会用个予一位。去出家，除了伊的人民以外，也阁有就是伊的王族内底，拢同款。这过去啊，我甲大家人分享过去，所以呢，期待呢，这个僧团啊，会当有十万人，一大僧团。那
这位难道啊，也是牧牛。因的老爸伫咧牧牛啦，啊，伊嘛是同款爱去放牛啊，同款的伫咧饲牛的人。那因为国王有这个命令，所以呢，伊就安尼会当出家啦。伊的形态呀，生得真端庄，予人看到呢，嘛是真欢喜，本性善良啊，所以呢，也叫做善欢，予人看到人欢喜呀，吼。那伫咧牧牛的时呀，开始呢，伊就分迄个品啊，造牙。乐器吼，啊，都安尼笨呐，而且呢，伊嘛真会唱歌，声音呢，阁是真好，所以啊，真聪明，真单纯，阁再呢，善良，阁对音声呐，真专呐，研究迄个乐器的声音，甚至呢，家己呢，唱歌出来的声音。嘛是真好啊，人人听到，人人欢喜啊，所以叫做善欢喜吼。那也是呢，对出家了后啊，伊呢入道啦，开始呢真殷勤精进吼，所以对道佛陀所说的教法啦，伊专心修持。所以伊嘛是啊，众所知识，哎呀，必求之一啊，真正哩善良哦，啊，对佛法呢真用功。再来呢，也是一位难道。那这位难道呢，是啊，孙多罗难道，不是前面讲过迄个牧牛的难道。孙多罗呢，是伊的太太的名啦。伊所娶的呢，太子妃呀，就是生作足水的。两个阿母真恩爱呀、啊，这位难道呢，是甲佛陀共辈过母。有一回啊，难道呢，甲伊的太太，伫迄个老古的所在啊，伫遐伫咧观赏街路面呢，啊，参加因风景周围啊，举国临下，建筑的周围真水，用眼远眺，就是讲哦，看搁较远去。城市啊，街路面真闹热啊！在迄个中间，他看到一群的军团，内底呢啊有阿兰跟随在佛的身边。那军团出来到外面开始呢，分迄个巷路啦，啊，每一条街，每一条巷，迄个路呢。就分开去啦，个人啊，爱去徒步啊。佛陀呢，甲阿难就是啊，行到顶啦，就看到因安尼往伊的这个老国的正面安尼一直接近落来啦。那这个孙多罗难陀，伊看到。不由自己呢，就甲伊个太太讲：“讲哦，
是我的阿兄啦，已经修行呢，成为大觉者，人人所尊重啊。现在突破出来了，我爱赶紧来去甲伊接驳，来供养啊。太太唔肯互离开，但是呢，伊讲我落来去甲驳接好呢。地好饭供养，我都经过起来。那伊这太自费呀，就讲我要等你，等你回来，我才会吃饭哦。所以呢，安尼的约束，供养完了后，伊要倒回来，甲伊的太自费吃饭呢，所以赶紧紧落楼。到佛的面前啊，伊接到伊的钵呢，但是佛陀做伊往前直直行，这难度啊，这个钵摕到呢，赶紧紧入去呢，甲上好的饭菜安尼隆重摆好势啦，开始捧着这钵饭啦，向佛陀。直直弱啊，佛陀呢，等于到正下，伊嘛弱去到正下来供佛。迄当阵，佛陀接起伊的钵来，开始大家人呢，嘛拢差不多回来咯。但佛陀就甲大家人讲，一件代志真重要。会当呢，成就一个人出家功德无量。来，难道既然入来到清舍，赶紧准备落法。迄当阵呢，难道啊，非常的惊吓，伊绝对呢，袂当通出家。我的厝里呢？太子妃伫咧等我食饭啊！啥物人敢挖进我的身躯来，来甲我剃头？佛陀就讲，不论啥物款的威力，伫这个僧团的内底一律平等，所以剃头，从安尼呢，大家人甲抓起来呢，强制完定。啊，明仔载啦，天光啦，这个中间，伊就向佛陀讲：“恁爱过去吐蕃了吼，啊，好我静静吼，啊来固守静下。”这伊的心呢，是咧想啥货？佛陀知影，好，你要固守静下，周围的门拢关起来。你要好好呢，清扫内底，大家人出去啦。难得看到佛陀已经离开，真欢喜，赶紧呢，这下逃走出去。啊，走到半路呢，在迄个树丛的内底里，佛陀呢翻头倒转来，就讲：难得你要去倒位呢？啊，想出来行行咧，好啊，我带你来去行行咧。从安尼呢，佛陀该带上天堂去。好、哦，看到天堂啊，阿奶伫咧大兴土木啊。那，伊就问佛陀，佛陀讲，你会当去问伊啊？为什么呢？伊就问啦，恁伫咧起遮呢只东方一处。到底这是啥人的？伊讲哦，人间呐、啊、有佛的弟子，叫做难陀，他出家啦，伊应该会当造福，发心造福，将来啦往生了后嘛会当回归天堂。好，伊当阵伊足欢喜的感觉，就讲原来我发一个心。虽然从强制出家啦，我若好好修行呢，
将来我嘛会当上天堂啊，真欢喜。佮都开始都佮带伊行，啊，还佮有所在啊，佮带你行。但是伫咧行这个中间呢，浮现着伊个太子妃的形象。啊，昨一天是毋是有食饭呢？我还是享受人间福好啦。佛陀该带那往前行的是一个真可怕的形态现前呐，地啊，哦，油灯啊，火跳啊，偌尼真侪人伫咧受辛苦啊，迄，那个哀嚎的声音苦不堪嘛。中间呢，有一口的油灯，当个兄要互伊滚。问讲，啊，哪会达口的油鼎拢有人？啊，这口的油鼎即摆才开始咧行。小鬼就讲啊，有一位修行者叫做难陀，迄，那个心呢，心念不定啊，欲念众生啊，所以呢，真有可能伊会阁幻想去享受。贪婪，这世间的欲，所以这将来就是难逃爱来的地方。落油灯哦，惊到啦！较紧呢，佛陀啊，我真惊。佛陀讲，你若惊呢，互你家己注意，将安尼嘞转来啦。所以呢，他定下心来，决心修行。把伊的迄个欲念呢，完全弃除，跟随佛陀啊，听佛说法哦，这都是这段难陀出家啦，一故事哦。啊，人生啊，咱应该爱时时警惕，动一念心可以上天堂，失一个念呢，会对地狱啊。何况讲，咱修行唔是要上天堂，但是呢，无愿意对地狱，愿意的呢是道家自旁入人群中度众生，所以咱必定呢戒定慧具足啊，才会当用咱的慧命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